加时了。哇操！BO 那六，前面两张图就打的巷战吧？对，BO 六啊！绝绝绝绝绝！BO 六，BO 我六操！，BO 六，BO 六。BO 六等于说每张图都打满了，而且还是拿狙的，三把狙的，就不打快攻的，你知道吧？把把把时间到红秒他进攻，所以说会打得比较墨迹一点，很正常的，兄弟们，很正常。这说明对游戏的态度是认真的，兄弟们。输赢其实还是那句话，输赢其实不重要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所谓的享受过程。享受过程，但是有一说一啊，巷战这边是很难赢的，但这边的话是比较好赢的。一个有一个那个 QS 加这个玉，枪法比较刚的，对不对？一个脑袋人加一个实心狙神，鹤也算一个狙神吧，对不对？但这边有枪硬的吗？有猛子，对不对？猛子就枪硬的，就往前冲的那种。小莫老六，严开拿 AK 了，我操，不拿狙了。感谢富贵哥的办卡，感谢。拿皮肤了，是不是拿皮肤了？高子哥，高子哥。这张图如果给他拿个九八 K 的话，或者一个幻神的话，他可以碾压对面。但是这是普通狙啊，拉伤到了，看高子哥怎么架人的。通枪一枪，通枪两枪，通枪三枪。如果这是 CF 模式、CFS 的模式的话，这把狙要换子弹了。我操，严开他妈的横秒三个。荣耀之魄的雷神，荣耀之魄的皮肤，兄弟。这个用户686731144 ，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战士啊，只要是 S 白沙是 S20的冠军啊，你来我直播间找我，好吧？我喊你爹。但现在别刷屏了。操！一定要拿皮肤啊！这种打法，这种打法。打角99。